这个你们来这个清迈或者泰国啊，一定要试一下，问他有没有这个做法。皮蛋那么炒还挺有意思的味道。那个夜市好多吃的，啊，晚上有卖油条的，这种泰式的。分吧。哦，这个也是吃的。啊，你看来。啊，你好。啊，巴沙泰雷瓦哈莱啊，你。啊，ขนมจีน。ขนมจีน哦，อันนี้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ใช่ไหม？啊，อันนี้น้ำเงี้ยวน้ำยากะทิน้ำยาป่าค่ะ。哦，อันนี้เปรี้ยวไหม？อันนี้เผ็ด。เผ็ดอ่ะไม่เปรี้ยว。ไม่เปรี้ยว。哦。这个摊摊是什么呢？看不懂。这是打的一份一份的菜。Hello。这是米线。怎么吃的呢？这是煮的。这是。还有，这个是烤猪肉串，香肠，这是啥？这家专门卖港蚝的，他们家的菜单呢在这儿，西奈路。今天来吃这个，哦，这个里边是皮蛋的。我才发现它是嘎普劳，还有母萨，然后还有这个猪肉碎，还有皮蛋炒在一起的，看起来不错。就是嘎普劳，它这边是有好多种做法。您在吃这个嘎普劳，它这个是皮蛋，和皮蛋一起炒，还挺特别的味道，还头一次吃这样的做法。很软，这个嘎普劳真的很下饭，感觉吃两碗饭都可以了。晚上走走还挺舒服的，凉快晚上。Thank you.